不是家里面，我这两天啊，我从早上到晚上，我睁眼白粥，闭眼白粥，我做梦我都梦着白粥，我不行，我说这玩意儿给我心理压力给我干太大了，我说我不行，我得说到这个事儿，我成不行了，我感觉世界观都崩塌了，我说姐们你要干啥？你要干啥？你是你就是你来地球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什么目的？我不行了，我要疯了。他给你煮碗粥，让你有家的感觉了。你妈给你买房子，你没有家的感觉；你妈给你找工作，你没家的感觉；你哥给你煮饺子，你没家的感觉了。他给你煮碗连盐都没放的粥，你有家的感觉。你当你妈面哭泣抹泪说：“哎呦我妈呀，他给我煮粥了。”不是姐们儿，你没味觉呀？啊，他给你煮那粥，他连盐都没放，你连个小咸菜都没有，你干吃白粥，你口真淡呐？啊，你不光口淡，你脑子也挺淡呐？你来地球什么目的呀？我不明白你。不是哥们儿，他姐们儿，他在你的房子里面用你的锅、你的碗、你的锅碗瓢盆、你家的水和你的大米给你煮了碗粥，然后你感动的哗啦哗啦的，怎么的？你家雇不起厨子，不应该吧？家里那有钱，你自个儿不会吗？把水龙头打开，把水倒满，把水龙头关上，一碗粥就出来，就然后再煮开，它就出来，它除了接点水之外，它还干哈了？我就不明白，他煮这碗粥，他让你有家的感觉。我老铁，你家搁他妈高中食堂啊？他连咸菜他都没给你就吧？你吃个粥，你连甚至连盛粥那碗和跟匙儿都是你自个儿的，你感动什么？他给你煮粥你感动，你哥给你煮饺子你为什么不感动？是因为他有肉，你不爱吃肉是吗？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就好这口儿，不是？但是我还是没明白，就是如果说他煮这个粥，哎，他让你有家的感觉了。你顶多是感恩他，你为什么要喜欢他？嗯，他在你的房子里面，他送你个礼物，送个消防锤儿，啊，上拼夕上买，可能30-40块钱儿。你来地球有什么目的？我说实话，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你到底看上他哪了啊？你家厕所都比他家大。他家整个屋加起来都没有你家厕所一个马桶大，我不明白你看上他啥了啊？你疯了，姐们儿啊？你脑子出什么问题了？我说是不是他给你下药了啊？他是不是给那粥里面给你下东西，给你下迷魂汤了？是不是搁那粥里面给你放，是不是搁粥里给你放 YSK 了？你怎的？你让他下了药了？你怎的？你神魂颠倒了？你是不是让什么玩意儿上身了？你是不是让那老猪精附身了？还是那男的给你下降头了？你干啥呢你呀？啊！我都成服了。你说他，我列举一下他。你说，哎，确实，我想了想，他除了这个30多岁快40了，眼瞅就是那个半百了，眼瞅这个半截入土了啊之外，然后他这个啊，可能就是跟你差不多高，你穿个高跟鞋都得高他半个脑袋。然后家境一般之后，然后这个高中时期还跟你搁厕所里面，之外，然后这个厨艺就是说你家里那么富有的情况下，他给你煮了碗白粥，然后他又是一个非常有职业道德、职业素养的这么一个人儿，然后看着就一点暴力倾向都没有。你俩结婚之后，他应该也不会家暴你，啊，至少得五星级大厨的水准，然后还爱吃豆芽菜，哎妈，身体健康。然后他那公司，啊，可能连你公司1/3都没有，也没事儿啊，也没事儿。但是他就是很优秀，是不是很优秀？我看跟你哥一比，那成优秀了。你看你哥是啥呀？你哥也不就是有个小公司当个老总嘛，也不就是一个月好几个 W，好几百个 W，好几万个 W，还顺便帮那男的交了10万块钱，那男到现在没还嘛？怎的？你有啥优点呢？你哥没有优点。你哥除了这个教养好一点儿啊，绅士一点儿，礼貌一点儿，温柔一点儿，对你稍微好了一点儿，接送你上下班上下学，你要啥给你啥之外，他也没啥优点了。除了你，他住那房子比那男的，就是家里就三个都得大，然后身高比那男的得高你的2个头发之外，他也没啥优点了哈。而且你哥有一个缺点，妈的，这缺点都老严重了，你哥太正常。他就是给你，他给你煮东西，都给你煮饺子吃，他都不知道给你煮白粥吃，太过分了，你哥太过分了，
你哥就应该就是说一天三顿，天天给你煮白粥。我跟你讲，你哥就给你，你手拿把掐的就给你，你跟你哥就成了。你哥真缺心眼儿，你哥连白粥都煮不出来。你这个你这么扯你吗？你哥还送你粥，不是你哥还送你车？说粥说错了，不是你哥送，你哥还送你车，你乐要车吗？你要乐要车吗，姐们儿？我知道你乐啥，你不就乐老消防栓吗？就乐那老锤子，那没有锤子，那有还剩车，谁喜欢那几十来万的车？谁喜欢那几百来万的车？谁喜欢车呀？谁喜欢四个轮子嘎嘎跑可快的车？谁喜欢呢？咱就乐个消防锤儿，咱就乐玩那玩意儿，拿手里得劲儿哈，咱就乐那玩意儿，咱不乐车，明白你？我真有点受不了了，我真受不了你了，我这姐妹儿，我这你干啥呀？我感觉他给你煮那粥都泛油花着，你还吃杠香，你干啥呀你？没有冒犯各位演员老师的意思哈，没有，就是也没有冒犯各位角色的意思，我纯放屁，我就是刚才那一切都是我就是情绪太过激动了，我的言语特别的有错误，然后我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，我言语太过激了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，然后希望这个各位演员老师、各位演员老师的粉丝们就是就放过我。就是刚才那些，就是我也不认识他啊，他为什么要讲那些话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就是我觉得可帅，男主可帅，女主可美，然后就男二一般。然后我觉得就这个剧，他也就是特别好看。然后我没看过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这个现实生活中啊，和和气气，开开心心的啊，各位观众朋友们也这个天天开心啊。